这一块就超级完美。今天给我的岳父大人放个假，市场上买了17斤五花肉，咱简单来一个红烧肉。趁着这两天五花便宜啊，提前把毛给柳了，处理过了。反正颤嘟嘟的，我呀，感觉都很爽啊。老板已经提前把毛处理过了，切开。然后咱们把这个五花给它下到锅中，然后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水，然后稍微来点料酒，然后准备点大葱，切成小粒，姜给它切成小片，然后把五花给它捞出。这次的五花切的多少是有点大，首先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油，来点冰糖，简单炒个糖色，然后咱们把葱姜下到锅中，这个小香味被激发出来了，然后把焯好的五花给它下到锅中，煎炒差不多啊，咱们给里边来点这个生抽，然后咱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，然后给里边来点这个老抽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搞里头、白银、奶蚝油，再稍微来点盐，再来块腐乳，开锅以后小火啊，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。Hello， 大家好！哎呀，不容易啊，终于搞定了。咱们首先啊。这饭得趁热吃啊，哎，拿错了，饭得趁热吃啊，蘸一下这个蘸料，哇，今天这红烧肉绝了，色泽这一块我就不说了，单纯的从这个口感来说，简直100分。这是昨天的秘制小料，我们给它蘸一下。非常 nice 啊，来点辣椒菜，再来一块这个。我跟你说，在运输的途中啊，剩下的一半掉下去了。你不知道，这肥肉啊，就是比瘦肉烫。来点辣椒菜。这颤嘟嘟的，嘴边摇晃，简直是非常的嘟嘟音。哇，这一块儿简直超级完美。给大家看看，这一块儿，这个长度应该5-6厘米左右啊，这一块儿有个小半个脸大。咱们配合上生菜。搞里头，
完美。这次啊，咱们就点米饭。